大家好，我是十三恩。那这影片比较短呢，主要是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抽奖的结果。没有错，抽奖出炉了，有抽到两个幸运的车友，可以得到跟我同款式的白色安全帽。那这次抽奖呢，我之前有提到说，我是不计订单数量啦，所以为了公平，我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这样，不管你是买一张贴纸也好，或是你买了五张、六张，都是算是一次的抽奖机会。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订单呢，然后做成列表整理好，那两边就是合并，把虾皮跟我网站上一起合并，然后再从中间，我做法很简单啦，我就是直接合并之后呢，然后我直接去 Google， 然后打总共订单的数字呢，从这些随机抽出两个数字，然后去比说，看是哪一个订单抽到。好啦，那我在这边我就先恭喜新北市的何先生，那还有高雄市的刘先生，应该都是先生吧，因为我看他们名字算应该是男生的名字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下一半呢就会从你们留的联络资讯呢，然后通知你们。那尺寸啊、运送方面呢，我们就自己再私下谈。那没有抽到的车友没有关系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我贴纸，厂商那边已经分批寄给我了。所以我下礼拜开始呢，我就可以开始做包装。好，那如果是亚洲地区的订单呢，我这边变成是全部在美国统一包分装嘛，分装好之后呢，然后寄到台湾，再请别人一次代寄。那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车友呢，或是北美洲或是欧洲的话，那当然就是我从这边直接寄出去了。那我预计呢，应该是十月底以前都会出货。那在虾皮预购的朋友呢，因为虾皮有规定说在30天内要出货，所以我会在那个订单的出货时间截止前我会出货，所以就不用太担心。但如果出货时间比较久，因为毕竟是国际运送，那到时候你要保障你自己权益的话，你可以按延迟，我记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按延迟，然后可以保障你的款项先不会转过来这样。那如果是网站下订的话呢，那就它就没有这限制，但我都一并会一起出货了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那因为订单部分我都已经转成列表了，所以如果你有订单方面的疑问呢，我建议你是直接可以写 email 给我，那我从这边直接帮你处理。好，那我再次强调一下，因为我的贴纸都是说预购啦，所以之前有人预购觉得说，怎么都还没有出货，是因为我是预购之后然后才统一制作贴纸的，那等到是截止过才制作，所以时间上没有这么的快，就请大家谅解一下。好啦，这影片就讲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